品牌送你现在都不行嘛，看来松紧带是我们最棘手的一环。如果我再怀孕，就在一分钟里面把这条链给干掉。康总，你就看在这两年我都没有回来，麻烦你的份上，帮我这个忙吧。季丹可，马丽卡，要骂我们松紧带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要帮忙的对象对你一定很重要啊！你辞职回来猪脚店上班，我就帮你。 每周日晚间9:30，TVBS 欢乐台必胜练习生。